唔理啊，你喺卖到时，转翻条旧嘅嘢，行下行下啊嘛。哎，娘，你们的面包哦，你这不是干的。嗯。有时候买咸面啊，因为佢本身会包啊，原来两包就揸埋虾。系乜嘢？自个两包放埋虾海。够钱储住嘛？啊，今日买乌条。啊，今乌条可能干，那个干强哎。嗯哼，嗯，好吃呀，这样亮哦，像嘿，莫烂呢，香毛水嘛，你那个买虫虫的，基本水分多啊，就五分咯。嗯，啊，买香的就分了。OK， 嗯，那皮要亮亮，还好吃呀，有皮有赏识。嗯嗯，你做乌条搞出来木薯粉，唔好讲多掺咩，啊，掺米粉。两样掺的掺米粉要多啲，嗯，啊，唔好尽量多煎少少，不然就干，嗯，啊，要乌条，加皮都得，你廿做掺米粉咯，听住嘛，两样，廿样少啲，廿都要多啲，啊，掺米粉，唔买葱，这个葱咩？面条放葱啊，大量的，嗯，中药嘛，嗰度冇，呵呵，呢啲都要卖哦，嗯，太中药啊，太啊，药太啊。转来哎，走去厕所买转来哎，四包四包，一分钟要倒三回哦，慢点来哦。李伟，哎，做咩呀？哎呦，流通啊，顺龙海啊，搞我咩哟？一咩？婆，五十斤，还都有 PMR 二十。我看见了，那没用呀。对的，我们要感谢我们这一期的干爹 Dreamy。他们家我之前也是有介绍过一个产品，啊，叫洗地机啊，就看就看到后就本来就打广告，看就新产品，对，这是他们家新的吸尘机，还有五种不同的刷头配件给你选，有这个防缠绕设计的尘螨吸头，也可以来吸有滴烂的地方，它就可以把它吸得很干净，还有这个最厉害，可以在地面或者是长毛地毯上清洁的。自带蓝光以及防缠的吸头，这个蓝光它不是普通的光哦，它可以让你更有效地进行灰尘检测。还有这个柔性扁吸头，可以给你吸那个边边角角。它还可以 AI 灰尘检测，还有自动调节那个吸力。然后也有这种二合一吸头，可以针对不同环境来清洁。还有这个单贴边软绒地板刷，可以更大范围清扫边角垃圾。在市面上来讲啊，真的是具有很全能的功能性，而且产品价格也是其他高端品牌的三分之一而已。其实配合促销活动哎，它会便宜很多。所以对这个产品心动的话，就记得去我的资讯栏那里点击连接，真的是真心推荐的。我们自己有买过来用，所以是。知道他们家的 quality 是怎样，它的续航能力也是很强，90分钟，应该就 Q 版的啊，嗯，20分钟的，哎呀，也都是好的，可以用啊，唔该。现在这个关于做了啲几多垃圾，有垃圾啊，看唔到嘅，再出来就知道了。OK， 广告打完了，我们要继续做菜 ，OK？ 你煮菜，来煮菜，然后你五十克的咩咸面，洗下佢。添一个水放点，拿来煎够五条够，而且放一。啊，还有菜脯放面条诶。嗯哼，就是爱煎水诶。嗯，下面煎麦几啰啰嗦。啊，两样。嗯，还有葱。葱是白凉诶。嗯。葱同埋辣椒白凉诶。嗯，是啦。请赶再介绍其他材料。要拿新的是新鲜。嗯，今天来剁葱条仔。啊，包一啲葱条肉啊，二粒鸡五十多，系煎麦几多嘛？系用五粒，看而家煎多煎瘦咯，系煎瘦瘦啫。婆婆今日来咯，婆婆今日做后睇睇咩做菜，啊，做乌条糕，吃啊！哦，我看以前婆婆煮过牛肉面呢，现在煮的啊，简简单单啊，啊，人家就唔好笑哦。OK， 有冇介材料？五条，五百到600样，
多啲冇上过好食嘛。OK。啊，蒜米啦，红椒粉啦，胡椒粉啦，盐盐下面。先条蒸锅，今仔日水四两，你可以用的清干捞粉的少一些捞埋，然后斩米粉两百五十，然后就五十，然后木薯粉 ，OK， 掺落去。今仔日啲泡面条啊，那辣椒啊，菜脯仔啦，两条仔，先下切。要放肉碎要得，要放冬菇得，你中意简单单。今仔下五条一切，一半的五条啊。好容易烂的，你知道吗？上水乌条咧，好难烂咧，亮亮咧，好奇怪。看那上水的毛线。嗯，然后就乌的条，乌的梅。你啲唔爱嘅，我排起佢，你莫觉得晒人啊！而家留定咗一啲吓，唔好食啊！切乌条干啲咩切？要条爱丝丝缝缝，要条长长嘅，要扎嘅，系唔爱？我一切丝丝薄薄啊，先暂时炸炒下佢哋啦。两个洋葱，还有五条。嗯，有五条粉。哎，我切出两个。拿去包毛毛炸炸样。哎，终于切一捞捞啊，丝个有口感。我个国面啦，国面中意，嚟见下多咸面，一水倒落来。你煎嘛，你要个容易切哦，你一个毛啊，你切啦，挑都挑细咯，挑挑啲啦，阿姨哟，唔是切碎碎嘅，你放去炒鱼搞掂。肉泡要得，咸蓉要得，唔中意。咸蓉要得，嗯，好。还要菜脯仔，一烧又煎到乌条海咯，所以今朝切乌条啊，排乌条啊，几好作就照照偷嘅。要毛竹。哎呀，我屌你擘鸡！切下来切紧臭香气，放面条去。要屌人啊，放肉碎啊，你唔得唔可以放肉碎咯。你个咸味都好靓啊。OK， 爱条切紧啫，那就切紧啫。啊，今仔切细啊，啊今仔来九分。两百五咩斩米粉？嗯，廿数分，木数分。木数分啊。唔食，冇放多，放一半，唔得咸嗰条咧。清甘仔试下味道，啊，叫它放水，也水去掺开下面。留嗰条唔得啊，留嗰条啊，变得好硬啊。到我鸡鸭就爱鲜啲，因为鸭就要熟粉啦。到时沾到熟嘅熟粉以后，就煎到软软嘅嘛。叫它煮，煮条仔包上去，出汤也到时。唔好你睇过，散些佢，定系慢慢包。嗯，今下倒菜脯，菜脯仔要烤佢。斩多啦，斩多烧乌条啦嘛，好香哦，睇下，嗱，睇下烧乌条啦，嗱，今仔系放胡椒粉、五香粉、一啲盐，嗯。拿起那刀，我先火炒啊！哇，好多乌条，系啦，炒熟啲佢都老甜大嘅。
我一路整，蓝的都要亮啊！我舔的，舔的就亮了，比我的舒服呐。给好家客，好家牛哎。嗯。哎呀，好啊！因为几有舒服呐，给好家牛呢。嗯，好了。那给那也要慢慢铺片的，放一斤。那给那好哎，铺好哎，尽量量好哎。嗯。还要放一斤。嗯。嗯。哎呦，我还太怕中火掉，你太怕的水一下凉了。我叫只四张，叫再只中条个，啊，见哪条啊？看哪？见下叫只字来，好吃啊！好吃就得来，说啊，好。那见哪定个？人滴张见哪吹过头一点，还冇拉起来，一下个切，一下就切人个张风。一转头海，海条拿起来，喺呢饮饮，嗱见啦唔有啊，八八，嗯，见啦开放嘢条咯，开放冷气，唔放冷气咧要银靓，就冇放冷气唔到，啊系啦，嗯，白靓嘅，啊见啦放啲葱叶，白靓嘅全部，啊放啲辣椒、面条，啊就靓哦，靓哦，哎呦，冇放银多。来，打工教程。这五条狗啊，就已经煎开差不多九十至一百钟啊。嗯。听讲每按用湿，又可以拿去煎，系嘛？啊，拿去煎，要定。听讲要早晨条湿早餐。啊，煎啊，放去甜椒湿，要好湿。啊。啊，唔要晒阳咧。也甜椒要去买嘅，唔系自己做嘅，系得自己买嘅。来，啥子？放甜椒啊，辣椒酱啊，要好好洗嘞。好去好去，熬到一条乌条。嗯，好啦，一乌条多啲后哦，再一放多啲乌条，唔好难咸。咸鱼好食。可以啊，可以食啊，笨啊，搞真啲噶。那个水其实是看你们自己可以调整的，能不要放那么多，它就不会那么黏。如果你放少水，就比较硬一点。不过如果是新手的话，你们尽量放少水就可以了。你拿捏到你，等下你放太多就不能吃了，太黏了。Yeah. 那个调味料也是盐的话，我们试过这样子的那个分量也是刚刚好。你们不喜欢吃咸的，再减半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OK， 你们煮的过程可以自己来试吃一下，不要一开始就放多多盐。好呀，吃啊，慢慢吃啊，吃，干干淡淡就好哦。嗯，对呀。你找黑婆婆的，熬大面乌条糕。天空的早餐就有早餐吃坏。如果你们喜欢吃里面有那种肉馅的、啊、你们也是可以放猪肉碎，口感更加丰富哦。要放腊肠也可以，但是有些人不喜欢放腊肠，我们就会用猪肉碎代替。我们两种都放过，然后这个是最简单的啊，什么都不放，可以开档了。嗯，又唔啱又唔黏，啱啱好，得啦，可以啦。OK， 拜拜，拜拜。